的选手乌里亚娜，他的球前两个项目比完呢，他是暂时名列第二，仅次于哈萨克的安娜。开始做了一个大抛，接的同时视线外翻过，这样有点不稳定。对，这边有一点点小慌乱了一下。一系列的小拍球。滚动，抛接，步跳的时候反弹，他这是乌兹别克的选手乌里亚娜。前两项比完了，他是暂时名列第二，不过跟这个排名第一的哈萨克选手安娜呢，其实有一点点差距哦，差了2.350分。这边是一开始的大抛接，那它的接法非常的惊险，非常的特别。路跳的同时反弹球，我们等待乌兹别克的选手呢，他这个球这个项目的一个得分。那虽然他目前是排名第二，不过，从分数上来看呢，确实跟排名第一的安娜还是有点差距啊。27.500的高分还不错，非常好。好，三个项目合计呢82.250了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再回来。